干什么呀？搞得这么神秘。别说话，闭好眼睛，一路往前走。哎，往左边点。哎，我眼睛痒。哎，别摘，别摘。啊！都说了别摘了，他把你吓的。放轻松，就跟平时走的一样。不要。明明刚刚走的挺好的，怎么，非要我抱着你啊？进来试试。试试看。对，就像这样。怎么样？看样子是不怕了，那我们就玩点更有趣的，走。好。就是变着法让我抱着你，我没有，嘴硬啊。公主殿下，宣，按照大礼的旧制，秋寒夫人，春秋过后，就是正在说你们的事儿，我们的事儿，快进来。此事关乎国运，过去每年都是由皇帝来主持迎帝神、进牌位，皇后在旁佐礼。如今国运刚刚转换，这仪式上的东西更应该慎重。这祭天的确是国之大事，但我只是名义上的公主，并不是真正的宗亲，恐怕不合礼数吧。哎呀，我的公主啊，偌大的香曲山，几千黎民，还有谁比你的身份更尊贵呀？哈，祭天，名在顺天意，实则定民心。现在您是大理国唯一的公主。这数以千计的大理子民心系于您，自然是合理合法的。是吗？这旧制中啊，公司祭天的都是皇帝、皇后、储君和储妃。唉，只可惜现在。不过，老祖宗传承了一个形式，就是可以立一个协理之人，但公主殿下尚未婚配。不知是否介怀，相国大人，您就别绕弯子了。偌大的香曲山，还有谁比子辰更合适啊？原来这就是腾云驾雾的感觉啊！好玩吗？嗯。亮的星星啊！喜欢的话，我们去把它摘下来。好。
小白，九云大人，有个小孩被吸食灵力了。什么？依老臣所见，这阵子子辰陪公主殿下一起亲民啊，当然我觉得还是合适的。是啊，我们家玄珠和子辰的姻缘根基本来就深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微臣左子辰愿帮助公主一同操办祭典仪式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两位大人，村里有妖怪在大肆破坏，伤了不少人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我去看看。哎，走。走。哎，就是他。小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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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他是被人吸食灵力了。小花，川儿，让开！小花，终于醒了，是谁干的呢？这么着急吸人灵力的，还能有谁？山主，川儿，照顾好小花，我和小白去去就回。好，走。好了好了。没事吧？快走，走，快走！后面有条小径，大家都去那里。快离开！快跑！小心！群众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没有受伤吧？没事。黎民已经被疏散了，到底是何方妖物在作祟？小白，保护好黎民，我去想他。走吧，走。